喂，喂，吴景浩，怎么了？你收到短信了吗？没看到，我刚才在洗澡呢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滑了一跤。韩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我走错了，你们信吗？你当我们傻呀？哎，你该不会是知道景浩洗澡的时候摔了吧？啊、我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没事就好，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真的，男人宿舍都敢进。韩非这就叫为爱闯魔窟，我太佩服他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从男生宿舍里出来？完了完了！你赶紧走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复合的可能性的。就算今天你一直赖在这里，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可是我们曾经……打住！我没有什么可是，没有什么曾经，走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好好说话。好，